我已经抓到这个飞机的重点，就是其实往用力往下丢，这样子。今天来到桃园的阳明运动公园，那这里停车很方便，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附近有全联，如果有在全联购物的话，也可以在这免费停车。公园非常大，有很多草地跟树，所以在这边玩球是很适合的。那但是小孩的重点应该不在这些，是在游乐设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今天的成员有晨晨妈妈跟。来，晨晨。嗨，老板，我要吃大汉堡。我给你。小朋友都是这样子，看到一个骑一个就要跟着骑。嗨，荡秋千在这个桥下，我觉得是一个特色，数量还蛮多的，所以不太需要排队。我们到这个公园最有特色的一个毛毛虫滑梯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像毛毛虫这样子扭扭扭的吗？妈妈，妈咪，我不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。金烫最主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玩宝丽龙飞机，当然也不免俗的失败了好几次。我已经抓到这个飞机的重点，就是其实往用力往下丢，这样子。哎哎哎！来来来，低头看，低头看。要很用力吗？小智们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及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